达总理阿波洛·密尔顿·奥伯特应周恩来总理邀请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7月12日到达北京。周恩来总理等领导人到机场热烈欢迎贵宾。首都数十万人隆重热烈地欢迎贵宾。7月14日，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接见奥伯特总理以及他的随行人员。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由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黄文欢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访华友好代表团应朱德委员长的邀请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7月12日到达北京。朱德委员长等领导人热烈欢迎贵宾。首都数十万人向来自反美斗争最前线的伟大越南人民的使者表示热烈的欢迎。7月16日，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接见越南贵宾，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黄文欢团长向毛泽东主席赠送了礼物，这是越南军民在清化省少化县少州村打下的 F-105D 美机残骸一片。由坦桑尼亚第一副总统卡鲁姆的夫人率领的坦桑尼亚桑吉巴尔妇女代表团应全国妇联的邀请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7月14日到达北京。贵宾们受到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等以及首都群众的热烈欢迎。吕大市各街道公社成立劳动后备讲习所，把未升学和未就业的社会青年组织起来。青年们在这里学习政治，进行劳动锻炼，还学习文化和技术。青年们进步有人帮，学习有人教，在劳动后备讲习所受到了锻炼，提高了阶级觉悟。他们热烈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到农村去，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一年多来，劳动后备讲习所为国防和工农业生产战线输送了一批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建设人才。湖南洞庭湖区土地肥沃，被称为鱼米之乡，但是洞庭湖滨地势低洼，
每逢雨季常遭洪水危险。湖南省以洞庭湖区为中心，建设电力排灌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新建了600多公里的35000伏线路，45处变电站，在排灌站安装了有73000多千瓦电力的电动机，连同1963年以前建成的排灌工程，排涝面积达200多万亩，能灌溉400多万亩农田，这是湖南省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的一项重大成就。这里的电力排灌网工程在今冬明春全部完成后，将彻底改变洞庭湖的面貌。印度尼西亚总统特派的文化艺术代表团6月份来我国进行访问演出，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等接见了艺术家们。刘主席和夫人等观看了演出，艺术家们的精彩表演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潘迪特舞是在节日里跳的一种舞蹈，表示祝福，姑娘们撒出花朵，表示对贵宾的尊敬。歌唱家赵春霖演唱印度尼西亚革命歌曲《马腰兰》。